Hello， 大家好，没想到吧，我也入驻小红书了。为了让你们可以更加贴近我的生活，更加了解帅气可爱的我的方方面面，以后我会把我爱吃的、喜欢玩的，还有更多炫酷好玩的东西都在这里分享给你们。多上小红书来找我玩吧，等你哦。